植物曲张是很常见的健康问题，很多人因为工作关系要站很久，甚至搭长途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又知不知道植物曲张可以引致严重的医疗隐患，甚至是危及生命？而这对物就可以帮到你。一双科学设计而又穿戴舒适合体的压力袜，有助于改善下肢血液循环，预防和缓解静脉曲张的发展。数据显示，在中国约有 1.2 亿的静脉曲张患者，严重的静脉曲张会导致皮肤损伤和静脉溃疡等并发症。如果不好好控制这个医疗问题，会形成心静脉血栓，甚至是肺栓塞，除了有性命危险，还会造成医疗系统的长远负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素。从2003年开始，多特廖同佢嘅研究团队进行咗有关压力纺织嘅基础研究，特别系对压力物嘅纺织技术及弹性压缩性物料对于人体嘅物理刺激、生理反应同埋穿着舒适度进行咗深入研究。呢项研究为日后喺生物医学上点样安全应用压力纺织进行压力治疗提供咗理论同埋数据支持，令到使用者嘅安全得到科学上嘅保障。压力物可以预防和控制植物曲张的病情，听落好像很简单，但是怎样去研究和做到一对精准而且有效的压力物，当中是牵涉到一系列很精密的科学研究。 Dr. Liu 自2003年起应用在理工大学进行的压力压缩性纺织物料研究，在运动科学、时装、医学和康复领域同时研究出制造高质量压力物的工业生产方式，以制定压力物生产商可跟随的生产指标，有助提升业内的织造和产品品质水准。而以上的应用实践和研究工作已经为 Dr. Liu 的团队带来超过100多个论文发表、专利以及奖项。我们研究团队的数据显示，在科学研究设定的工业标准下生产的压力袜，自2013年10月起已经帮助了超过50多万名下肢患有不同程度慢性静脉疾病的人。不同体型需要的压力物设计都很不同，用料薄身比较舒服但缺乏成效，用料较厚会非常紧致但穿着就不舒服，所以每个尺码和材料都需要在制作上经过科学研究的精密设计和调整。香港坊间的压力物多数由欧美国家入口，所以对亚洲人的体型来说，这些压力物往往做不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研发更多更有效更合体的压力袜，特别是针对亚洲人体体型，不仅能施加更精准的压力剂量，同时还能改善压力袜穿着舒适度，满足个性化需求，令更多人受惠。 Dr. Liu 对压力物的研究看起来好像很细微，但他对精准度的追求用一对物去改善了很多受植物曲张影响的人的生活。世界因为有 Dr. Liu 而有所不同。